机上里订阅我们吧。锁定他的位置了。啊，这是哪儿？这是狩猎队的基地，霸王龙已经被他们捉走了。果然是这样，他们设下圈套啊，就是为了捉走霸王龙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只顾着追徽章，他就没事了。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。我们会帮你把霸王龙救回来的。没错，星爵，打起精神来。大家，谢谢你们。我们出发吧。怎么了？哇，他怎么了？该不会生病了吧？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老大不会放过我们的。那怎么办？闭嘴，我来看看。你这只霸王龙，还愣着干嘛？快追！别跑！你这个坏家伙，快出来！哇！哇哇哇！快开门！你笨蛋，怎么不用通行卡？对哦，我怎么忘了？挂挂挂！好黑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在这儿守着，我进去看看。别躲了，快出来，我早就看见你了。翼龙，那边！翼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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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翼龙！翼龙，你挡住我了！哇！救命啊！星辰，你怎么了？好痛啊！哇哇哇！原来是你这只霸王龙！哇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哇！
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出来吧，古魔翼龙！咕咕！哇哇哇哇！哇哇！哼，还往哪儿跑？咕咕！那个房间是哇哇哇哇哇哇，哇他是我的搭档，魁咒龙。哇！你终于来了，霸王龙。只有你身上的龙炎真火能唤醒他。哇哇哇哇哇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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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逃不掉了，把他带到实验台上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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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挣扎了，我要用你身上的龙炎真火来唤醒魁咒龙。我们开始吧。哇哇！魁咒龙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就能醒过来了。哇哇！星驰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不知道霸王龙怎么了？放心吧，他没事的。你们看。霸王龙就在这里面。好，我们行动吧。他一定是这里的守卫。呀咕！保卫！我们一起上！万龙技能飞弹！光束冲击！铁甲撞击！万！万！呀咕！啊！甲龙！不能跟他硬碰，要想想办法。有了！出来吧，小关龙！不懂。龙啸音波，是催眠音波，这招对翼龙有用。我们走吧。霸王龙，我现在来救你。
洞里，订阅我们吧。前面有动静。是特暴龙和食肉牛龙。不能被他们发现，不然就打草惊蛇了。交给我吧。啊，美食诱惑。罗罗，你们的反应真快，多亏了三角龙。棒棒棒棒，发现入侵者，发现入侵者。不好，我们被发现了，快离开这里。谎言毁灭者，快显示霸王龙的位置。霸王龙就在附近。霸王龙千万别有事啊。撞想过去没那么容易。蔷薇馆主。嘿，蔷薇，你果然是叛徒。罗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是狩猎队的人，之前的考核就是他跟狩猎队串通好，给你们下圈套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们。没错，只能怪你们太单纯了。现在我就要替老大收拾你们。抓抓，蹦蹦蹦蹦抓，你们去救霸王龙。这里交给我，罗拉。行了，快走。站住！战斗空间开启。你的对手是我。哼，我早就想收拾你了。进化领域开启。进化，哇哦！
化重爪龙，收拾它！形态转换，三角龙躲开！干得好，三角龙，乘胜追击！重爪龙，黑暗迷雾。三角龙中了毒气，眼睛暂时失明了。什么？重爪龙，收拾他吧。他在前面，快躲开！三角龙，三角龙什么都看不见，根本还不了手。你的恐龙太弱了，身为馆主就要把恐龙变得更强。不，身为馆主应该让人类和恐龙互相了解，一起进步。为了变强不择手段，把恐龙变成怪物，你不配做馆主。哼，你跟恐龙再怎么了解也不可能打败我。重爪龙，解决它。粉碎连环刃，就让你见识下我们的默契，打倒他。什么？他怎么会躲开？难道他看得见？三角龙，让我来做你的眼睛吧。可能居然用熏子来指挥三角龙。该反击了，三角龙，爆雷斧。三角龙的视力已经恢复了，太好了，三角龙！可恶！下次我一定会打败你。恐龙是杨博士，你对霸王龙做了什么？快把它放出来。乖的待在下面。
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好像一点都不疼。下面怎么软软的？是我。副博士，博士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的老腰啊！博士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是被严博士捉进来的，他要逼我做研究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要马上出去。霸王龙被捉住了。霸王龙被捉了，不好！严博士要实施他的计划了。什么计划？他想抽干霸王龙的龙炎真火，让魁咒龙苏醒。什么？魁咒龙？就是实验室那只恐龙。没错，他是严博士最好的搭档，但自从那件事之后，他就沉睡不醒了。傅博士，快来看看我的实验。好，我看看。好消息，傅博士，你的研究获奖了。让我看看。恭喜你啊，博士，这是学界最高的奖项。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傅博士，快分享一下你的研究成果吧。没问题。傅博士，又是傅博士，每次拿奖的都是他。这次我一定要成功。魁咒龙，现在我需要你身上的龙炎真火。很好。只要强化龙实验成功，我就能超越傅博士了。严博士，要不要一起？不。住手！这小实验非常危险，你会害死他的。走开！我一定要超越你。启动！咒！忍耐一下吧，魁咒龙，我们快成功了。咒！怎么回事？快关掉它！龙炎真火失控了！魁咒龙！魁咒龙！魁咒龙！你怎么了？快醒醒！魁咒龙！从那以后，魁咒龙身上的龙炎真火就熄灭了。原来他捉霸王龙是为了唤醒魁咒龙。不能让他得逞，不然霸王龙就会永远沉睡。霸王龙，我马上来救你。可恶，这扇门怎么这么坚固？再来。星爵，我也来帮忙。出发！哎！抱歉，我来晚了，你们没事吧？你早来几秒钟，我们就没事了。队长，他们逃出来了。不能让他们妨碍严博士。
别跑！罗拉、海月，我们来对付他们。博士，新奇，你们先走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可恶！那我就先收拾你们。哎。我们一起上，进化领域开启。出来吧，小剑龙，剑刃暴风暴，进化田庄，急速进化。一起上，进化领域开启，哎，出来吧，小角龙，大地震天者，进化田庄，急速进化。中计了，森林龙，解决他们！嗯，哈，粉碎激光！大家快跑！来不及了，三角龙，把甲龙救出去！罗拉，你这是？海月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我们相信你。好，我一定会打败他们的。甲龙，准备战斗。就凭你一个人，能对付得了我们吗？时间不多了，心情，只有破坏装置才能救霸王龙。我知道了。严博士，把霸王龙还给我。别妄想了，赫氏金鸟龙，收拾他们。
Dino Trainers! Hi! 快点击这里，订阅我们吧！